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叫客西马尼，他对他们说，坐在这里，我到那边去祷告，便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忧伤起来，并且心里极其难过，就对他们说，我的心里非常痛苦忧伤，几乎要死，留在这里，和我一同警醒，跟着就稍往前走，把臉伏在地上禱告說，我父啊，如果可行的話，求你使這杯離開我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耶穌回到門徒那裏，見他們睡著了，就對彼得說，你們不能跟我警醒片時嗎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陷入試探迷惑，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。耶穌第二次又離開禱告，他說，我父啊，如果这杯不能够离开我，我必须要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他又回来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眼睛昏断，耶稣再次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跟先前一样，然后回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应睡更安歇吗？看那时候到了，人子将要被出卖，在罪人的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出卖我的人跟了。